这个曲子大家应该非常非常的熟。那第二首要为大家带来的曲子是好听的民谣《秋蝉》。我们现在拍手来欢迎我们的 B 团，谢谢。我们谢谢 B 团的小朋友，我们现在可以请你们下台了哦。然后接下来要为我们表演的是中孝国小的 A 团的小朋友。那中孝国小 A 团的小朋友，他们非常的特别，这群小孩子是代表学校去参加教育部每一年所举办的音乐比赛。那这一群学生可以说在学校非常非常非常的认真在苦练，为什么？因为为了要帮学校夺得最高的荣耀，然后也是我们也是借由在团练的时候精进小朋友的能力，不管是在合奏上面，在演奏上面，他们都必须要比一般比 B 团或者比 C 团我们的种子团都还要再认真相